不管地主将来伊的去处又搁是在倒位，所以咱这个节目啊，叫做迈向快乐的音乐家园。有这个节目，咱就能够头尾啊对过第三点，大家明清出来。就是讲一管地主将来拢是规米的灌输。那么为什么一管地主将来会规这个米的灌输呢？当然要伊的因缘。甲伊个主要理由，那么头拄来讲，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来时阵，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，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，但是一旦就是经济衰落，一旦有真明确，初佛到二佛，啊二佛要到三佛，伊这个传承的经济提衰落，拢是家己安尼。家己自称讲，家己是啥物做，啥物做呢？家己是啥物个？所以今日个，咱一贯真理很多啊，绝对是各位予咱有信心。因为这伫个佛经记载2500年前，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个交接，伊个所在就用得着，伊个所在就伫摩顶受记，就已经该受付2500年个代志啊。哦，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。哦，所以今日。这个迈向快乐的家园啊，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。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你的英文，天命来传承你的英文。那么，伊基本上有真侪这个外来，虽然无了解的人，听讲咱一贯都祖师是你的佛，
那么呢，伊就开始来提了你的下神经一句话来。伊讲现在会啊，一旦树一飘逸，吼、哦，在落下，人不堪其忧，会啊不该记咯，现在会啊，吼、哦，靠不住。